大家好，我是方斌。这个物业的，他把我那个水电都给停了，他赶我走，不让我在这住。我房租也交了，这个物业费也交了，他昨天停，今天又停，他这是不是属于违法的？所以有没有谁懂的这个追溯啊？他是不是应该停我的水电？是不是要赔偿损失啊？这个东西，谁用各种手段压房东？那个房东说他是恐怖，他说是一种恐怖的气氛。他说究竟是谁呢？这人也不出面。他说用各种手段，用各种手段来这个压迫房东，让房东赶我走。嗯嗯，他就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他说他受不了了，房东说我把钱退给你，求求我让我走。谁用各种手段压迫房东，不让他把钱退给你不住的？房东不敢说。哎呦，他把水电也停了，每天锁着我也去不去，这去不去家门，东西都锁着不去。